单击键即可进入该险情体验。您进入了触电伤害体验场景，现在需要换钢筋，请用右手柄选择键在前，请用左手柄单击键走到箭头处，然后用左手柄拿起电焊枪。危险，电焊枪漏电，因为佩戴防漏电装备。您受到了触电事故的伤害，主要原因有：一、设备部件有缺陷，焊前破损漏电，导致工人遭遇电击后身亡；二、欢迎您进入地铁施工安全。